仔仔的撩妹语录。如果打怪是为了升级，那升级一定是为了守护你。如果要选择一件装备，我希望成为你的剑。如果要在孤海生存，那我希望在你的脑海。如果我放下双刀，那一定是为了牵你手。我很擅长临时通关，但总想卡在你这一关。想提升的不是等级，而是你的好感度。抽卡希望能抽到有你在的户籍卡。没被盗。你有想到什么样的仔仔撩妹语录吗？一起在留言下面聊起来吧。